这里呢，我现在呢已经被呈阴性了。我在星期一呢呈阳性，然后现在呢，我们出去，然后大家都没有得到新冠肺炎，除了我。我非常感恩，当我回望的时候呢，就像我说的，如果Aldine 他之前有中了这个新冠肺炎，然后他的恢复很快，然后我呢就比较慢。当男生生病的时候，就好像整个沉船一样，是非常难的，辛苦的，没有办法做任何东西，所以非常感恩在家里的其他人呢都他们都没事。Chrissy 中了一次 ，Aldine 和我呢，现在已经有个人已经有两次了，中了这个新冠肺炎。James 呢，他在家里走来走去，我们叫他不要走来走去，要隔离。然后我用他的房间，然后隔离。然后他不能进去。不能看戏，然后他一个星期没有办法看电视了，这是对他来说是好的。但我在想呢，希望我在周末就会好了。然后呢，我就跟AV 讲呢，如果呢，我们的在星期五，如果呢我还是呈阳性的话，那么我需要有一个计划，然后我们要录这个正道视频，就好像如果你看到这个正道视频，就知道我不在这里，这是非常伤心的。所以星期五我就跟 Daryl 说，星期五是我的这个最后的日期，然后我每天都验，然后想看到它是呈一条线，然后还是昨天还是呈阳性的。就是换去星期六，星期六如果我还是呈阳性，那么我们就要去录这个正道视频了。然后早上我又再去验，还是呈阳性，所以我要跟 Daryl 说呢，不好意思，你要来到教会，我们两个人要，他呢就戴上了这些口罩，因为他是医护人员，所以他知道要怎么做。感恩有 Daryl。他耐心的，因为对我来说非常的痛苦的，因为我一直的咳嗽，我尽量不要咳嗽。我已经录了这个主日学，然后我说我需要休息一下，因为我没有力量了。然后等了一下，就录了这个敬拜。要一直不断的去录，是很挣扎的。因为如果我如此挣扎，我星期天没有办法去说，然后我就录了，成功录了那个视频，然后我还是咳嗽，还是一样呈阳性。今天早上，我说再给自己多一次机会。醒来了，然后我没事了，我也不觉得。我早上本来是咳嗽的，可是今天感觉 OK， 然后呢我就去冲凉，然后呢去验，然后我就看到只有一条线，这个喜乐，心里有个喜乐，我没有感觉到这么的开心，看到自己呈阴性。所以需要去明白。然后我就跟Daryl 说，对不起，浪费了你的时间。
而且他还要听我的信息两次。For him, you have to listen twice, kind of a thing, and I can't use the backup. Now the backup tapes is forever backup. 现在 really wanted to be here. 非常我真的很想来到这里。当然，如果有浅浅的一条线，我也不会来的。因为这里有年老的，那我们有 Auntie Mary，Auntie Mary 也中了这个新冠肺炎，在星期三。Uncle Sunny 没有事 ，Joy 也没有事。你很难去解释的，你知道他是在你的身旁。可是他有些人没有中到，有些人中到，你允许在一起吃食物，可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的全力去避免。我们需要去信主，然后相信神呢，我们要谦逊自己。就像彼得说的，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所说的。这里呢，他说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有预备。这些问我需要要的这些，我的家里有一个我的妻子，她有这些药帮助我。我是被照顾，被细微照顾的。然后看到这些药物，然后呢有这些食物。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我们才知道这些关心是非常特别的。你觉得你自己是多么的被关心关爱，你需要这份关爱关心，非常感恩。当彼得说把所有的都放在神的身上，他会关爱你，这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金句，去找到这个力量，找到我所需要的一切，去复原。然后也希望呢，我可以在今天回到教会，来带出这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神的怜悯，还有有些John and Beth， 他们现在出院了。但他们，他还是无法来教会，尽管他多么的希望他能够来。可是他们，我们就思想到他们，那我们也为他们的祷告。我也被提醒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身边，因为他关爱我们。这就是一个珍贵的一个真理。是我们要紧握的，当我们需要这个关爱的时候，我们非常期待我们等一下的敬拜。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女生，我读到她的他们的等一下的要带领的，然后呢分享，然后还有见证，然后非常感恩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去听。所以现在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大家早上好，是我们很的荣幸呢，可以来到这里带领大家来敬拜。Kelly 和我呢，有这个荣幸，可以一起去分享、去见证。这是第一次呢，是在2013年，现在是我们事隔多年后再一起来带领敬拜，这是我们的喜乐，可以一起来带领大家敬拜。那我们一起在彼此身旁去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呢可以去一起呢去分享关于我们的这个信心。对我来说呢，看到Kelly 呢他如何的在去面临他的挑战，在工作，在健康，他如何的去呢可以呢去忠心的侍奉神。这对我来说呢，这是非常激励我心的。我和 Gloria 的友情呢，是因为呢，我们呢可以呢一起去侍奉，然后鼓励彼此，然后呢让彼此有这个信心。我们从中学、大学、工作，现在看到 Gloria 变成了一个妈妈，我呢，其中一个动力呢是要去殷勤的去寻求主呢，就是因为看到神的力量和爱在感动生命。在过去的这个营会呢，我看到 Daniel Bengsia 和 Tari 他们如何的去带领这个营会，他们能够去找到这个力量，尽管是在很长的工作之后。然后你们看到的那个营会手册也是 Banks 一手策划的， Gloria 一样的， Gloria 是小我一岁。但呢我可以说呢，他却是我很大的一个激励对象。神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去动工，他每次服事都是忠心的。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妈妈了，他的孩子三个月半。可是呢，尽管这么的忙碌呢，他呢对教会的爱还是一样的。他们 Gloria 和他呢，和 Ryan 他的丈夫呢，都是在每一个有来到教会的时候呢，都会在这里。不管是在葬礼上面，还是在营会上面，他们都在那里。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然后呢，我有这个喜乐，可以去看到神的双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现在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非常感谢你，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分享我们的信心，我们也可以去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可以被感动。我们也求呢，也感谢呢 Chris 牧师今天可以来到这里，他痊愈。求你呢带领我们这个敬拜来感动我们的心，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 Amen。 当我在期待去庆祝我们的30周年庆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时刻，去看到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神如何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直与我同在。不只是能够来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呢，可以在这里找到神的真实，找到好的朋友，也有这个机会呢在这里呢去增长我的信心。我不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我们呢可以这么自由的来到这里，然后一起去团契，一起去有神的话语阐述给我们听，在每一个星期也有这个机会去增长我们的信心。
可是我有这个机会呢，去增长我的信心。上个星期我们学到了神呢，他怎么的带领我们、更正我们、指示我们，因为呢，他不偏袒任何的人，尽管他呢去服侍神，可是他也需要呢透过这些经历去知道神的真理，他可以把这个真理变成他的，他也能够去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34节到35节写到的，是非常惊奇的，看到神如何的来鼓励我们，来更正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时候呢，是他怎么教导我们呢？有时候是温柔的，有时候是困难的。可是我感恩神是会教导我们的。我记得我在2011年成为这个营会的委员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很小，才18岁，很有力量，很有动力去大学读书呢。我是读设计的，对设计师来说呢，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说我做完我工作，或者我读完了内容了，因为你不能去背，因为设计是不能停止的。在设计呢，你一直都有更多的启发，去让你的设计变得更加的好。你要再画，你要再细节。对我来说呢，我的大学的时间呢是很少能够好好睡觉的，我没有办法停止去思考我还能在我的设计上面加什么，直到我成交我的作品为止。那时候18到21岁，我可以很吃睡，我很年轻，我靠自己的力量。可是每一个学期过后呢，我交了我的作品呢，我就会累垮了，然后我就休息，然后我又再一次的重复。很不幸的，我就把这样的精神呢，靠自己的这个精神呢，放在我的侍奉里面，去计划一个营会要做很多。我每次都是靠自己的力量，然后每一次结束过后，我就累垮了，而不是感到被复兴。这一次呢，我听到很多人说呢，他们如何的找到在神里面找到这个力量。我看到 Chris 牧师，他如何的自己当初去做这个隐会，靠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又可以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带领大家。这是我没有的力量，可是看到我自己的这些失败呢，神他如何的教导我、改正我，让我更加的去依靠他，透过去祷告，然后去让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健康起来。这是我自己所学习到的。我现在能够说呢，我有这个真理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当有喜乐、当有更新、当有动力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我自己的力量的，不是好像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这个力量它是不持续的，可是这样的一个神而来的这个喜乐还有动力呢，是在那里的。在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这是我自己明白的这个真理。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等候神的并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
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天早上呢，我要与大家去分享我们青少年的这首歌。这首歌非常简单，可是这首歌的歌词呢，却帮助我去看到神的手如何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他如何的把人带到他的身旁，他如何的去让人家蜕变，在这么多年这么多天后，他如何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他的良善，他的恩慈都一直与我们同在。当我去期待30年的这个周年庆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把他的双手来带领我们的双手当成理所当然的。现在呢，我要求你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为它是蛮高音的一首歌，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
谢谢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 ，Ryan 和我呢，在今年的四月的时候呢，我们迎来了我们的女儿。今天呢，她14个星期了。然后，当我们呢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呢，去当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妻子呢，是非常挑战的。当我要自己呢去找到这个力量，我们给她的这个爱，然后学习怎么样的呢去回应她的需求，对我们来说呢是，我们有时候呢会忘了，她也是一个需要神的一个灵魂。当我在回顾上个星期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呢，我们呢需要去领受这个救恩的这个话语。我还被提醒呢，我们的女儿也是需要神的，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我不要停止去自己继续的学习，然后呢我也忧虑，我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的去忠心的去侍奉神。当我在也要照顾女儿的同时，我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呢，我要如何的让她也认识神，也成为她的好榜样。不只是我们的努力，我们呢也要意识到神需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一个特别的工作，让他也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接受他成为他的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期待30周年庆我们教会的30周年庆。因为呢是因为听到了这些真理，听到了这个福音，我才能够来到这里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去更加的去认识圣经上面的这些真理。我没有计划神会这样子来动工，可是呢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些侍奉，在这些营会，在先这个圣经查经班呢，我就知道神的话语是透过神的话语呢，神我可以接受神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去学习如何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教会的这些人的话呢，我没有办法更加的去看到他的神的爱在这些人身上。我们下一首诗歌是恳求善牧导我前行。当我和 Kelly 呢用了一些时间去思想到我们即将要来临的这个30周年庆，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神的双手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去怎么样的来感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救恩，然后让我们见证神呢是如何的是在不同的这个职事上面呢去持续的动工。看到呢这些像 Daniel 这样子，他可以呢去找到了他的自己的这个救恩。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祷告，神呢可以持续的在教会动工，他就好像我们的好牧人一样，可以持续的来带领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这最后一首诗歌。Thank you.
这一首歌，能够在主耶稣里面说到我们的信心，撒哈罗参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希望把这个故事传出去，能够把这些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每个人，也能够使我们有更有信心的去分享我们个人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站立，在圣诗297首《我爱传扬主福音》。歌唱，我把时间交给 Chris 牧师。谢谢这些伴唱，谢谢这两位女士，真的很享受看到上帝的恩手在他们的生命里。当他们是学生的时候，先做工，现在郭拉已经成为一位母亲，能够看到神的恩手，给我很多的感恩。
在我们这个手册里说到我们的周年庆，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只是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食物的供应，我们会有一个，通常过去我们都是在外面，我们或者我们自己亲自煮，因为我们要邀请朋友，然后在厨房也给了一些厨房的压力，所以我们出去这几过去几年，然后不久我们就遇到了这个新冠肺炎，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我们教会庆祝我们的周年庆。所以今年我们不要在外面，而我们把这个食物的供应放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所以我们这个费用呢，每一个人呢，一个人或两个人，给予每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周年庆。这个是我们三十周年庆，所以这个费用呢是100块给成人的，然后50块是给儿童的。所以这个供应商呢，他会带自己的厨房，他们自己的厨师，他们的员工，他会供应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午餐。我们通常都有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去供应这个食物，而在这一个周年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在当中庆祝。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想要尝试的不同方式，所以只是让你们知道这一些的细节都在这个手册上，所以我希望你们报名，也让你们知道这个费用，孩童的费用也不一样，我们也会更多的细节在计划着，我们会有很多人参与，所以我们要将利用我们的空间，然后不会有交通上的问题。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第一个的爱心礼物已经收到了，就是3000元。这个是给予我们三十周年庆的这个爱心礼物，这个是我们的周年庆，而这一些的爱心礼物，我们都深深的感激。这个100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很艰难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去照顾这些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们，在任何事上我们能够辅助他们的，让我们一起来参与。这是我们的教会，就像 Gloria 和 Kelly 所讲的，我们是被祝福的人，我们也期待神会在我生命里面会做些什么，在我们当中做些什么。所以这些的细节都会在这个手册上，所以你尝试去报名，尽快的报名，你能够在当中参与。这个是在星期日早上，不是傍晚，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这些年长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但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的讲道之前，看到上帝的同在。父啊，我们要谢谢你，你的恩典，你的供应，
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见证这三十年。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成立了三十年，我们能够看在《使徒行传》所学习到的起初的教会，能够看到你的恩手，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恩手在我们的教会里，能够深深的更继续的前进，去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继续学习使徒行传。记得使徒行传是一个历史书，路加他想要帮助我们看到教会开始继续这个教会是如何发展的。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而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也需要很多的努力。所以我们不可以说Kelly 跟 Gloria 他们没有做任何东西，神就会祝福他们。他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他们的精力去建立他们的信心，能够参与教会的，一起来侍奉神。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需要去努力做，而看到另一方面的是神的恩手在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喜悦，我们能够看到。但我们所做的没有突然，而教会所做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资源放进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全心全意看到神的恩手会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所学习在使徒行传，上个星期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能够看到明白神的恩手，更加的明白神的恩手。第一就是神的智慧，来自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建立它。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说到第三十四节，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这个是他对于神的知识的拓展，他学习。即使你是一个 很伟大的使徒，你是领袖，可是你还是要继续的学习，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要看到神恩手，我们要更加清楚神的恩手，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想要学习必须学习的。神不会偏待任何人，无论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神都会接受任何谦卑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会给我们救恩，透过他的恩典。外邦人是神救恩的一部分，这个是第一部分。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的学习，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们怎么能够确信这是神的同在？今天早上的重点在于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个是在十二章里最后一部分。你可以看到整个内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我们读到神的道日间兴旺，越发广传。How do you
你怎么要知道这个是神的同在在这个人的身上？你怎么知道这个神的恩手在教会里？因为这个会兴旺，它会日渐兴旺，就是保罗所说的，对于哥林多人说到，他栽种，他们会浇水，而神会兴旺他们。没有神的恩手参与，不会成果的。你可以栽种，你可以浇灌，这些就是人类所做的行为。如果神没有给这个允许的话，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所以我们要期盼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他们的成长。那一些很厉害栽种的人，你看他们所栽种的都会茁壮成长。可是如果给那些不懂得栽种的人的话，你给他那些很容易栽种的树，他们也会把它栽种的枯萎。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这种栽种的技巧。所以我想要帮叫人帮忙我们看顾我们的教会的这一些的植物的话，所以我们只有一个请求，是否你会看顾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树木。如果是神的恩手，这一些一定会茁壮成长。当我们阅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日渐兴旺。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这个怎么会完成呢？我们来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个特别的这一句，因为神的道参与在其中。第一，我们要感恩神所做的工。让我们翻开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要看到人的工作与神的工作的对比。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我们来阅读第八节。神的道是怎么样的呢？神自己说，第八节，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神会自己彰显他的意念，不是我们所想的。当然我们人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有很深沉的一个想法，可是如果当你跟神的想法对比的时候，这个是不一样的层次。所以神这边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的道会彰显他的想法，不是我们的意念，也不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继续看神如何描述他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你要看一下神的道路跟你的道路模一样，就是天跟地的差别。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第十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这个是一个概念，说到水如何影响这个土地。我们来读第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回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个就是神的道，神的能力在他的道上，他会完成他的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去教导神的道。如果你要成长，所以我们要谨慎神的道。只有一，所以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我们要去追逐神，看这些怎么完成的。所以我要拿几段经文我们要阅读的。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看到这些真实，神的道，神的能力，神的私利，神的道路。当神的道谨慎的教导，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卓越的成长。我们要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要看神的道广传出去。《使徒行传》一到第五章，使徒都在那里，他们教导分享神的道。突然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有了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开始卓越的成长，成千上万的人，更多的人相信神。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你可以看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你可以看到这个连接性吗？他们传神的道，然后就兴旺起来。当我十七年开始的时候，问我有什么计划让我这个教会兴旺起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神的道广传出去。我记得有一个保险的人来告诉我，问我你要怎样使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这一些的活动给这些年轻人，这样你的整个计划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我们有这个主日学，我们有崇拜，只是这样。他就看着我，只是这样吗？这个就是 你教会的活动。我就说是的。所以代表我们教会是很少这些危机的。我们的策划是什么？就是要把福音广传出去。我要把这些福音给这些的少年人。我们要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广传神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成长。已经十七年了。我们刚才今天早上这两个女士就看到他们的见证。我们感谢神。
看到他们的生命被改变，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坚定地去广传神的道，这个就是兴旺。看到耶路撒冷的兴旺，神的道广传出去。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们选的七个领袖，也有其他的领袖。我们有斯提凡，我们有腓力，他们不是使徒，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身上，神在他们身上里面动工。我们来看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色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被差派到那里去，所以他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有一个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祭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他在车上坐着，他做了什么？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我们继续读二十九章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这个经文是从以赛亚所说的先知书，说到以赛亚啊。先知，他问腓力，这个是什么先知所说的？所以从那所念的那段经文说，如果没有他的教导，我怎么能明白呢？第三十四节，第三十七节，看到这里的水，我所所有什么妨碍呢？于是他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去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水。He goes off his way now, rejoicing in his newfound faith. This is called.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Evangelism is to have. 而这个传福音呢，是有这个技巧的，能够把神的道更明白的讲解。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他所学的，希望人家去教导他，那就是腓力。他明白，他知道如何去解读神的道，所以他教导。这个就是教会如何传，需要这样的传福音。而这些传福音不是为了要叫人家去做抉择，而是帮助他们去明白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的兴旺。不要看到这些神前上文的人相信，我们要去看待那些人有这个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里。就看到他们的欢喜，而
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传福音，这个就是成长。这个永远都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每一个的服事，不论是圣诞节还是受难节，我们都会把这个福音从旧约、新约来教导别人。我们等，静静的等待，看神是如何去赐福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人明，他开始的明白，他们去寻求神，他们想要受洗。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心被感动，这个就是我们所期盼。第三段我想要跟你们呈现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继续的成长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这些的逼迫，我们看到的问题。不论他们在哪里，他们还是继续广传福音。第《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教会的建立，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知道他们很强大，因为很多的使徒在那里，而这是另外一个教会。他是否能够很卓越的成长？这个是在安提亚的教会。我们看这个安提亚的教会如何。他们在那里，因为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他们四散，他们必须，他们要直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去。但那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尼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第二十一节就是我们的主题，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继续读下去，第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去那边考察，他看到的就是这个坚定的信心。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他是发掘这个安提亚的这个教会的。巴拿巴呢，原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们如何继续的成长？因为巴拿巴知道他自己的极限。他需要找一个像保罗一样的，他找到了。他离开，他去。当他找到他的时候，他把他带到安提亚。他在那里一整年，他建立这个教会。他大有信心，与多有许多的人归服了主。他是写这个新约50%，新约都是保罗所写的。他解释，透过他的教导，我们教会如何成长。那边有使徒，他们在教会，他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
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安提亚。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明白，就好像主耶稣一样。这个基督是一个匿名，就是跟随主的人，你就是基督徒。而现今他们已经没有那么的有意义，当他用这个词的时候，这样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呢？只是一个名字吗？而这个人也称自己为基督徒的，可能他都不被得救。而在那里，在安提亚，他们是被称为基督徒的旗手。安提亚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教会，他从那里把福音广传出去。这个就是巴拿巴跟保罗旗手的教会。教会如何成长？不是说于这些的人。耶路撒冷，这个不是耶路撒冷，这个是安提亚。外邦人的教会是那么的卓越。如果神的教导被正确的教导，他们可以。这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如何看到神的恩手、神的同在？我们怎样看到神的同在？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成长。他与耶路撒冷同在，他们教会成长。神的道是多么的真实，我们如何去看重它？所以我自己在我新冠肺炎的这个期间，我做了什么？我就是阅读神的话，每一天，就是我个人的灵修，我个人的准备这个讲台的信息，我要预备这一些，因为也许我有这个机会在澡堂崇拜上传讲神的道，也能够喂养我自己的灵，也能够帮助我更深一层的成长，能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成长，这是我们要看见的。当我看到我们要庆祝我们30周年庆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我就是看到了这一些，看到神的工作。那我要做什么？我要继续广传神的道，继续坚定教导神的话，神会祝福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喜悦，这个就是我们的确信，因为我们看在圣经上的见证，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连贯性。我不知道你期待这个30周年庆很多的兴奋，很多的机会可能性，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看到我们能够依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栽种，我们浇灌，神使它卓越的成长。上个星期五，这些的网际网络出现了问题。艾丁告诉我，现金
因为银行受到了阻挠，不能够提款。因为我们太依赖这些的科技。银行也是，这些超市也是。我希望你们不会被阻挠，因为这些网络上的问题导致。那我们也需要依赖我们的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依靠我们依赖我们的神。就好像保罗说的，神使教会日渐兴旺。我们能够依靠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这个就是我们庆祝的原因，不能否认的，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手与我们同在，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喜乐，我们继续去做神的工。看到这两位女士，她们是主日学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师，看到神的工作不断的增长，是多么的喜悦。我们看到这些更多的新的弟兄姐妹加入这些的教导，能够看到神的恩手。我们要祷告，希望这些会继续的成长。这个是我期待的，在前面，在这一个30周年庆，也是在未来，我看到神继续让我们教会的成长。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所给予我们这个榜样，看到腓力，就好像使徒保罗尽心的去教导你的话，去广传你的话，去解释你的话，去帮助我们人们去了解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得到激励。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前途有很多的阻挠，会阻止我们的成长。希律王也不能够阻止教会的成长，因为你有我们同在。求你继续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能挑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仰望你，去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要跟你们一起来唱这首赞美诗。我想要尝试，因为已经用完我98线的声音，我希望剩下这个18线，让我能够和你们一起唱这一首赞美诗。歌颂父神伟大全能，当然我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唱这首美妙的赞美诗。我们要唱的是上帝的伟大。神的能力，这个就是神的能力。当神说的话，当神的话一出，我们就被创造。他使山岭，他布置了万里晴空，所以我要把神的道广传出去，无论我们在哪里。这个就是神的能力，使我们有这个生命，能够虽然我没有一个这个力完全的力量去唱这首，我要唱这首歌，因为我看到神
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歌唱，让我们一起祷告，愿神会赐福我们，愿这个有恩惠的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比我们的道路更广，愿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意念，能够发掘他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愿神的恩惠与我们同在，愿神的灵照亮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手，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茁壮的成长。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预备心来收奉献。